嗨，大家，我们现在来 IKEA， 然后要快速买个东西。然后现在你看，那个餐厅已经围成这样了，整个都围起来。因为最近就是疫情又开始第二波啊，现在有点喘，现在又有第二波的疫情，所以觉得开始又管控比较严格。然后圣诞节已经来了，你看已经有那个周边商品了呀，这个好可爱哦，这个。是姜饼哎，含盒子才3.49哦，买一个，等一下买一个。热红酒在哪里？然后，你记得我们在台北第一个礼拜在一起，我买一家的热红酒给你喝。我们啊，对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圣诞节，对。我忘记了，我在台北买这个热红酒给你喝，然后让你很开心。我已经完全忘记了，忘记了。对，然后哎，可是这里是比较贵啊。我记得在台北买很便宜啊，六瓶啦。哎，可以买一瓶看看哎。等一下下去再买好了，下面应该也有。然后这个是圣诞日历也出来了，12.95哦，然后都是巧克力，每一年都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快速去买东西，因为我们只剩一个小时。现在到处都有那个圣诞节的装饰品了，啊，好可爱哟！掉什么物？哦，呢？No. Okay. But we can have the small, smell, yeah. The smell good, yeah. This smell good. Right here. 圣诞节来。哇，可是还有两个月。哇，好可爱哟！可以买一只放在露营车哎。快到圣诞节的时候再来买。哦，要赶人了，他们要关门了。那那个饼干嘞？这里有新的饼干。可是刚刚那个比较漂亮，那在外面看。嗯。那边有那个热红酒，要拿一瓶吗？拿一瓶热红酒，一瓶2.49哦。耶。现在超市一定也都有卖的热红酒。哦，满了。哎呦，圣诞日历这里好多哦。Advent calendar。Advent calendar。可是今年的比较像，比较像给小朋友的。我觉得去年的比较好看。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看，我觉得。可是给小朋友很适合啊，给小孩。Yeah. 反正里面都是巧克力。这是最重要的。对。可是 IKEA 的圣诞日历算是比较贵了，有那种比较便宜，可能是健达还是 Milka 他们出的，都很便宜。OK， 我们要去结账了。今天又紧急的来买一些露营车，还有我老公工作室要用的东西。Yes. 那就先这样，等一下去买饼干，拜拜。拜拜。